如何调整后视镜，让自己行车盲点范围降到最低？来，请专家告诉你。你往外调，调到刚好看到自己车身的一条边线为止。这个时候，你可以掌握到你车子的位置跟外界状况的一个相对位置。这个时候，因为你看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自己的车身，那换句话说，外面的可视范围就变小了。所谓变小，就是盲点变大了。后视镜往外调，调到看到自己车身边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发现摩托车跑出来。把这三种不同调整方式做比较，是不是就可以明显看出视野的差异性？依规定，车外两侧后视镜，以小客车为例，则是要从驾驶眼点向后延伸20公尺处，至少可以看到距离车身外侧4公尺的路面区域。有关室内后视镜的后方看到，可看到最大的范围为原则。依规定，车内后视镜视野范围需从驾驶眼点后方60公尺往后延伸，涵盖宽度至少20公尺路面区域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100元 C 的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，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